Smoked out bando.这里是虫虫，那么本期视频的主题就是一只和阿鬼远程联动的一期奇奇怪怪的脑洞妆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请接着看下去吧。今天用你们认为的比较正常的语调和你们解说，本来打算和阿鬼一起出联动的仿妆的，结果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妆容，就想着要不我们俩自己搞个原创吧，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 nice， very good， 结果呢就是我们两个画画的画风完全不一样，而且我是一个只能画火柴人的人，画眼妆草图可能还行，就其他的就完全没眼看。后来我们俩就指定了黑白红的元素，一定要有九九，稍微日式一点，然后就出现了今天这个妆容。就可能我们俩的妆完全不搭边，但是就是每个人的脑洞都不一样嘛，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好久没给大家出大白图的妆容了，虽然我的底妆一直都很白，但我一定要让新粉明白，我的视频里没有最白，只有更白，要么就是彩色的肤色了。修容的部分依然是比较重手，整体眼妆还是挺重的，画完它的存在感就没有那么高了。先用橘色的眼影对眼皮进行大面积的打底。这期妆容其实我有试过妆，但是试妆的内容和视频里的内容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可以说是毫不相干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原创脑洞吧，边想边画，边画边改。还是要用棕色的眼影勾勒一个假的下眼眶，之后再用一个深棕色，根据我们下眼眶的走势来拉长眼尾，这样拉长眼尾会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细长。然后画一个卧蚕子，之后再做一个 cut crease 来定一下假双的大概位置。这个妆的最初设想其实是想画一个单眼皮，眼睛上吊三白眼，特别日式鬼怪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的眼型它的基础就是不行。关于脑洞妆这一方面还挺好奇大家都是想看什么类型的，这样的话我好开心坑啊，希望大家能够在弹幕和评论里多多给我留言。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到这盘红色的眼影画一个大大的眼尾红，这一块红色的哑光眼影真的非常不显色，我基本上是没有抖粉，结果涂出来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根据之前的眼线草稿来勾勒眼线，假眼眶的部分我只画了后半截，之后再画上假的下睫毛来勾勒整个眼眶，睫毛可以画得夸张一点。再用红色的珠光眼影加深一下眼尾红，哎，这一块珠光红色它又非常显色。之后再用一个偏光金色提亮整个眼头，用我最近新买的液体眼影提亮一下眼睛中部，结果相机拍不出它一丝一毫的偏光，我可能真的需要换相机了。用人体彩绘颜料把整个假睫毛和真睫毛都染成白色，这一招还是鬼爷教我的。然后再用睫毛胶水把不听话的真睫毛和假睫毛贴在一起，再用黑色的眼线液笔加深下睫毛，之后点上白色的高光睫毛，大概真的也就只有我这么画睫毛了吧。同感的姐妹可以把只有你会打在公屏上了。画一个圆点点的眉毛，再用棕色的眼影勾勒一下眉毛的下边缘，变出另一边。橘色的眼影勾勒整个眼窝以及鼻头的位置，让整个妆容看起来更加协调一些。用浅色的腮红大面积的打在眼尾，鼻头的位置也要带到，
还有嘴巴的周围都给它画上，用一个裸杏色的唇釉给嘴唇做一个打底，再用红色的唇釉点在唇部中央开一个嘴角，打上灵魂雕光，之后就是重头戏彩绘的部分。 J 姐的这一支唇釉被我正式的用完掏空了，然而我发现我并不是用它涂嘴唇涂空的，我每次画大面积的红色彩绘时都会用到这一支唇釉，单纯是被我用来画面纹画完的。面纹的部分生动地体现了这个美妆博主他不会画画，但是他会硬着头皮画，假装自己很会画画的样子。这次我放聪明了，面纹的部分没有太往后画，不然假发一挡又是画了个寂寞。再贴上用超轻粘土捏的蒜瓣，之后再补缺补差，妆容的部分到这里就结束啦。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键三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耶耶啊啊！西宝，你掉了。耶耶耶！哎呀，这咋也掉了呢？एक शहर निशाने बनवा के हाँ एक शहर निशाने Smoked out bando